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不易，改善神倦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咱们都是第一次见面啊，在这个节目现场面对面的第一次见面，家在天津的，家在河北的，家在山东的，家在河南的，家在安徽的，家在江苏的，家在浙江的，行了，一问完，80%的人都举手了，恭喜大家，我们是，我住运河头，你住运河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运河水。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大运河，一个承载了中国人2000多年历史、一种特殊情感的这样一条了不起的交通运输的水道。说到大运河，谁都知道这个名字，可是关于大运河的很多知识，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首先，大运河到底包括哪几条运河？谁知道？看旁边男生的那个女生。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还有呢？你说。隋唐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好了，三个部分当中有两个部分我们已经说出来了，还剩最后一个。刚才有家在浙江的观众朋友，刚才是哪几位浙江的举手的？哦，都改户籍了是吧？现在突然，刚才问家在浙江的举手，现在一问，在这一条确实大家不是那么熟悉。中国大运河里除了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之外，还有浙东运河，也是中国大运河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这三个部分共同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大运河。说起大运河，中国人满满的骄傲。我们今天也是话说大运河，但我们今天这个话不是说话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个话是图画的画。而且今天为我们话说大运河的这位专家也非常有意思，他不是水利专家，也不是地理学家，他是一位来自博物馆的馆长，一位艺术家，一位画家。掌声有请我们话说大运河的嘉宾，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画家刘万明。刘老师您好。谢谢各位，请坐。一听说一位博物馆的馆长是位画家，就当然您的这个双重身份来为我们话说大运河，用的是这个图画的画，我就觉得今天这期节目一定是极具创意。刚才撒老师我给你画了个速写，您在这个讲解的时候呢，我在那儿正等，我说正好有铅笔，给你随意画了几笔，可能画得不像。我的天哪，让大家看一眼，太神似了，这完全就是我平时的正常状态，我脸上表情一般正常状态就是这种，你想咋地？我必须要告诉您，这是我主持20多年当中在台上第二次收到嘉宾为我画的肖像的礼物。第一次是公安部一个专门给嫌疑人画像的警官。您这个是我收到的第二幅画像，但您这个真的是一个艺术创作，是传神的，我就觉得有点像照镜子的感觉。因为刚才呢，你一上台的一刹那的一种感觉，我抓住了。撒老师的这个五官是非常的标准的，你看我们画家观，尤其您这鼻梁，鼻梁非常高，你的鼻子比一般人要稍微长一点，因为长一点就体现了他那种气质，那种具有一种自信吧，说这一点就是一种美的标准吧。热烈的掌声要响起。当然像我因为从小被赞美惯了，一个人一生中能有几次机会被一个画家赞美说五官很标准，这简直比整容医生赞美我都开心。谢谢谢谢。您小时候在运河边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对运河的情感？我小时候呢，可以说和河相伴长大的，我的家乡
村南边有一趟马场解河，我们小时候就在这个河里游泳，最大的乐趣就是游泳。这是您最大乐趣，是家长最大的担忧。是家长最大的担忧，就是每次检查我们今天你下水没下水，玩水没玩水。我们当地有一个非常，就是在你身上用这指甲轻轻划两刀，如果你身上有一条白线出现了，那就麻烦了，轻则责骂，重则挨打，下水了。就是因为你那一层皮给泡的，泡的，泡完以后一上岸，只要手指甲一划，它会有一条白印儿，有一条白印儿。所以说呢，因为这个我们也想出办法，就说我们上了岸之后，要回家之前一定要拿出1到2个小时，在河岸上玩儿，玩什么呢？挖铁鼠，捉蝈蝈啊等等，这样又浑身一通汗，把它的水迹就消失了。结果回去大眼一划，没有白印儿，啊，就说明您今天没有下水，所以这都是童年的记忆啊。直到今天，您才敢把这种对策说出来。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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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估计家里长辈一听，难怪呢。所以说，美食在作画的时候，包括我现在从事专业，我有时都想到大运河，想到大运河当中的这种鱼啊、虾呀、啊，想到岸边的花草树木啊，所以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所以日后也会成为您的一种创作的灵感和情感的寄托。对对对。接下来，大家已经期待已久。让我们一起透过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去感受一条流淌了2000多年，直到今天还在我们身边奔流向前的河流，用艺术家的眼睛带着我们走一趟中国大运河。请您开讲。大家好，今天呢，让我谈大运河，我从哪儿谈起？切入点是什么？确确实实我想了很长时间。大运河滋养了运河两边的不老乡亲，同时呢也滋养了我们，尤其对我后来的专业起到很大的作用。大运河的文化，大运河的人文，它对我的影响是一生抹不去的。所以想我还是从这个绘画切入，我选择了几幅具有代表性的这个绘画作品。首先呢，我给大家呢谈第一幅，就是《乾隆南巡图》。这幅画现在呢是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创作者呢是乾隆年间宫廷的画家，名叫徐阳，他是苏州的一位画家。这幅作品在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是瓷本，一共是12卷，体量是非常大的，总长度呢是150多米，它是一个大作品，具有大格局的。乾隆皇帝为什么下江南，在我们欣赏这画之前也要了解一下他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方面就是视察河工。清朝的时候，大运河是北京的一个命脉，尤其是粮食，没有了大运河，可想而知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其实这个大运河在元代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完善，虽然在康熙雍正年间对大运河进行了改造和疏通，但是解决不了一劳永逸，怎么办？那乾隆皇帝他同样也作为一种国家的重要的任务去巡查整个的这个大运河的这种漕运，包括南方和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这种融合。在图画当中更显眼的，乾隆皇帝南巡他坐的船是什么样的？其中有一艘叫安福鲁，它的长度是28.9米，宽度是6米。大家呢有时有一种误解，总认为乾隆南巡坐的就是一只船，其实不是的。因为大家知道运河的河道有窄的，有宽的，有深的，有浅的，包括还要渡黄河，还要过长江。史料记载乾隆皇帝再去江南这一段有5条不同的船，因为他要根据这个水的深浅和运河的宽窄等等来决定用哪条船。所以说我们在绘画上呢看到了乾隆坐的不同的船只，就是他走到了不同的地方。这样的船如果在逆风逆水下要靠什么动力去行驶呢？我们通过图卷当中可以看到，这时候靠的是纤夫，大概记录有3000多位纤夫在逆风逆水的时候在两岸拉这个船，使这个船正常运行。当然了，整幅画它是和大运河相连的，有路
有水，包括对江南城市的一些这个描写，包括城市的这些商贸的一些描写。通过这个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南方的这种商贸和北方的商贸它有一种互通。南方的场景当中发现了北方的纸用品等等，当时靠的就是这一条大运河。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几次都要在苏州要停住的，他对苏州有着一个极大的关怀。我想作为一个皇帝，苏州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一生不能抹去的记忆。那么我们现在连线场外的朋友，现在的苏州城又是什么样的？刘馆长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苏州日报的摄影记者李立祥。我们现在来到了苏州禅堂街，这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是我20年前拍摄的第一张禅堂街的照片，拍出去看得到整个山塘河的全貌，远处还有隐隐约约的虎丘塔。为什么会来到山塘街拍照，并且在以后的每一年都不断地回到山塘街呢？回到了山塘街会让我有一种又回到过去，回到小时候的感觉。第二张照片呢，一位买菜的居民买了菜以后从新桥上走过，我当时呢就是跟着他一直走上了新桥。那么现在新桥湾还是那个人间烟火的新桥湾，一直没有变。这是一张去年拍摄的，有游客坐了游船在山塘河上游览，那么体验苏州的水乡风情。在我小时候呢，我记得都是附近的农民划着他们的船到城里面来卖西瓜呀、卖水果或者卖一些蔬菜。现在这样的场景已经见不到了。来来往往穿梭的游船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好像新的大运河的面貌，新的生活的面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墙更白了，河水也更清澈了，因为居民对大运河的保护意识也增强了，大家都觉得这个水就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都应该有责任去保护它。那么刘馆长，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好的，谢谢。通过连线我们感受到今天苏州城的繁华，经济的繁华，文化的繁华。这是我讲的第一幅作品，就是乾隆南巡图和大运河的一种关联。给大家介绍第二幅作品，这幅作品在座的青年朋友们都看过，因为在故宫博物院展过，就是清明上河图。今天所谈到的清明上河图所想到的就是它和大运河的关系。在谈这幅画之前呢，我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创作者，北宋的张择端。其实张择端这个人在历史上记录的笔记并不多，几行字，就是金的张柱在提拔当中提到的翰林张择端。他是一个画家，游学于京城，喜画。他的这个构图上也是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他为让你看得更多。清明上河图它最初的一段是郊区，它是一个过渡，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一步一步一步的徐徐渐进，然后下一步就进入的是河流。一出现河流，毫无疑问我们就想到北宋时代在汴梁最主要的河流汴水，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那一段。因为隋唐大运河分成两段，一个通济渠，一个永济渠。通济渠那一段虽然是绘画，但是呢张择端描写的非常细致入微，环的这些结构交代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楚，能够看到小船是怎么样，能看到客船是什么样，客船和货船的这种差别又是什么样，在他的绘画当中都一一的呈现出来。这时候呢我就感觉到在那个时期作为北宋的都城汴梁，它的粮食供应、日用品的供应和南方这种通过运河的交往的一种关系，没有运河，没有漕运，没有整个的这种来往，我们可想当时的国都汴梁又怎么能繁荣。其实进入漕运码头之后，这是整幅长卷的一个画点，这里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繁忙的漕运码头，忙碌搬运的工人，有的扛着包，有的在休息，有的在点送。我们看长虹桥的水边垒有很多石料，
这肯定是防止大运河水冲击岸边所设置的。虹桥的两边有高高的枝干，枝干上有一个带有羽毛的小鸟，这不是什么装饰，它是过虹桥船只的一个风向标。停泊船的造型和运行船的造型可以看得出，在当时的北宋时代，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非常非常的发达了。比如说两只大船的船尾，画家所刻画的这种船舵，并且有链条相连。我们知道在宋代已经有船坞，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造船厂，船舵的出现，船舵的改进，说明了在北宋时代漕运运河船运的这种发达。从这个造船的技术和造船的普遍，我们可以想到在那个时代大运河所起的作用是当时北宋经济政治文化的命脉。我们再走进湖圈的主干道，主干道的两边店铺林立，商品丰富，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丝绸店，同时也一看到街上行走的人所穿的衣服，有绸的也有布的。毫无疑问，它和南方江南的关系非常密切的。大家知道绸缎完全是江浙一带传过来的，北方是没有这个。那么我们通过这些店铺的林立和人物形态，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北宋时代汴梁它的这个繁华。元代之后，由于首都变为北京，这时候呢元忽必烈就截弯取直，干脆把通济渠和永济渠甩出去了，这样就减少了900多公里。每个朝代的首都在什么位置，那它的河道要随着首都变化而变化，这是一个根本。昔日繁荣的隋唐大运河消失不见，就是这个原因。现在的隋唐大运河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连线我们的场外的青年朋友们，可以让我们大家去了解一下。刘馆长您好。你好你好。我是四县文化和旅游局从事地方运河文化研究的工作人员张苏。这就是刚才您在清明上河图里面所提到的隋唐大运河的一部分。它上距开封400余公里，下距扬州200余公里，是我们整个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2014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段，也就是说我旁边的河上的一草一木，包括岸边的堤土，都是弥足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而我们这个古河道现在看得比较的狭窄，它也是一个经过千年的不断淤积的一个过程，也是见证了我们古汴河历史的沧桑。通过考古挖掘证实，我们四县段运河河面宽度约为45米，河两侧的堤岸约为5到7米的这个宽度，河深约为4米，这样的一个规模完全可以承载隋炀帝下扬州时候这样一支规模浩大的船队出行。而我现在的这个位置也称为黄道码头，传说当年隋炀帝三下扬州的时候曾在此停船靠岸观光赏景。最近这几年在考古上有新的发现吗？经过我们2012年和后期的一系列考古挖掘，它揭露了完整的通济渠的一个河道的面貌，揭示出了隋代时候早期的开挖的一些遗迹遗存，这对于研究整个通济渠的书凿的这个历史也是弥足珍贵的一个资料，也是我们目前通济渠河段唯一一次揭露这么完整的一个考古信息。好，刘馆长。好的，谢谢。刚才呢通过清明上河图和场外的朋友做了一个连线，对隋唐大运河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第三幅作品呢是一个折叠的，它的尺寸呢是90×174厘米，清代的运河揽胜图。这幅画呢就存在扬州博物馆，创作者呢王素，字小美，搞中国画人大家都熟悉，他是扬州的。王素呢这个人在咸丰3年太平军战争时因战乱
而迁徙到邵伯的。所以说在邵伯呢，他是一个画家，时间长了，他对邵伯码头五大运河的情景就印在心里，灵感一来记录了这幅作品。他的画风没有扬州八怪的那种革新的画风，画得非常严谨，非常写实。这幅画他描写的是邵伯码头的一个景象。同时呢，邵伯之所以成名和大运河有关，和大运河的船闸有关。邵伯镇呢，大家知道它方圆不大，很小的一个地方。我们看画面当中岸上和船上，大概他这个船画了30多只，里边有商船，有货船，还有一些画舫等等。上半部正面呢是一个20多孔的一个桥，横跨于运河的两岸，桥上呢有行走的客人。下半部分主要刻画的是当时邵伯镇社会风情，包括这些当地的风俗，包括一些小吃，有这个吃包子的，有吃面条的。我拿出这幅画的原因，就是因为邵伯镇它有一个船闸，船闸历史非常长。邵伯船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00多年前的东晋时代，并且与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谢安有关。当时他驻兵在扬州东北方向的邵伯，由于邵伯地势西高东低，西部农田常受干旱，东部农田又容易受涝。为了克服水患，谢安率民众在河水中筑起了一道堤坝，并设立拖船过坝的设施，从此新筑大堤确保了一方平安，而往来江淮之间的船舶仍然得以照常通航。这就是最早的邵伯船闸。后来邵伯船闸在唐代出现了单斗门，宋代又出现了双斗门，也就是有两个梯级的双闸式船闸。民国时期，由于苏北地区运河段有航运抗旱排涝的巨大作用，于是1936年在此地建起了新式船闸。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不断技术升级、设备换代，建成了今天现代化的邵伯船闸。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大运河，了解了大运河那个时代邵伯的这种繁荣的景象。我连线现在的邵伯船闸又是怎么样的呢？刘馆长，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苏北运河由南往北第二个梯级控制枢纽邵伯船闸3号闸的人行天桥上。其实今天现代化的邵伯船闸的运行原理和古代船闸的运行原理是一样的，唯一改变的是今天的船只过闸更方便了。现在我的下方啊，就是我们3号船闸的闸室。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闸室里面的船已经全部进好，我们的这个水位呢已经下降到我们设定的水位，船闸即将开启运行。开启3号船闸闸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3号船闸的闸门呢正在缓缓地开启，闸手的红绿灯从红灯转换为绿灯之后呢，我们闸室里的船就可以依次驶出闸室，继续他们的航行了。也就是说，这个古老的船闸在当今的高科技发展上，同样在功能上体现它的作用。是的，目前仍然在发挥着作用。我们以往啊，船舶过闸需要在船和岸之间来回往返多次，既不方便，同时也十分的不安全。而如今船员过闸啊，不用那么麻烦了，只需要一部手机。所谓的过闸流程呢，在1分钟之内都是可以轻松地完成的。过闸的体验呢，就像我们在家里在网上购物一样。我们的船员朋友们对它有一个十分贴切的评价，叫做一机在手，过闸无忧。好的，刘馆长，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好的，谢谢。场外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了邵伯船闸它的功能，同时他也介绍了古老的船闸、传统的东西和当代高科技的东西这种融合，我们感受到大运河的文化就像大运河的水一样，它是千年的水脉，同时呢也有千年的文脉。今天呢，我通过松果的传统绘画给大家呢介绍了大运河。这些作品呢可以说它和大运河都是有关联的，离不开大运河，离不开大运河的人和事，更离不开大运河的人文来文化。
大运河呢，我想是历史的，是精神的，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也是将来的。大运河呢是一种精神，我想呢反映大运河的绘画同样和大运河这个延续不断。大运河的绘画记录了大运河的历史和文化的同时，它会使我们对大运河的精神的承载更有一种新的认识。谢谢。谢谢刘老师。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不易，改善神眷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您继续关注，开讲了。谢谢各位，请坐。在整个听的过程当中，我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就觉得这几个元素之间的碰撞远远超出之前我的想象。透过这些细节，让我们感受大运河这2000多年来一直在流淌着的一种人文精神。但是通过您的解读，我忽然发现，原来2000多年流淌在我们身边的绝不仅仅只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河流，它更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文化的精神，蕴含在河水里流淌至今。我想这就是文化文明古老的文化自信。今天在您开讲的过程中，针对您开讲的这些内容，他们写了很多小纸条的问题。您觉得家乡的河与别处的河有什么区别？儿时的河与现在的河有什么区别？当我去外地出差的时候，我也愿意我的周围有河流，我在河边来回踱步思考。但是虽然我在外地的河流边上，我想到的还是家乡的，因为确确实实，我想一方土养一方人，运河边的一草一木可以说永远印在我的脑里。所以说当我画一幅花鸟画的时候，我脑子里马上就想到运河边的斑鸠，运河边的刺猬，运河边的田鼠，运河边的槐树。所以说有时我不自觉地就画出来了，那些东西都是我小时看到的。而我在小时童年时候，我未知我将来是画家，但是那时候他已经印在我的脑中了，所以说就形成了这种印象。所以别处的河里有风景，但是家乡的河里是有乡愁。乡愁，对对。童年的河里有对过去的记忆，但现在的河里有对未来的期许。所以就想起那首歌《一条大河波浪宽》，当时我们也问过，说这个词的创作为什么开篇第一句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那条大河，它是所有中国人对家乡的一种感受和记忆。就让这条河流一直流淌在我们心里。接下来时间，四位青年代表，大家在看完了刚才这些画作，听完了刘老师刚才这样的一种穿越了过去和现在、历史和现实、艺术和写真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讲述之后，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和问题，可以向刘馆长发问。来，夏老师好，刘馆长好。刘馆长，刚刚听到您说了那么多，我非常激动，因为我也是沧州人。就是您刚刚介绍了很多大运河上的著名画作，请问有没有关于与大运河相关的水利工程的古代著名画作呢？其实有一个祭祀绘画的这个工程图的这么一个作品，叫《八省运河全员水利情形总图》，这里边主要是一些图绘式的，它用颜色和线图的方式把长江、运河、黄河三大水系整个的水脉联系起来。当然它里边也有一些图画，它里边一些景点也画出来了，用中国塞嘴画很精致的办法。所以这个图呢是有很高的这个文物价值、历史价值。这是一款古代非常好用的 APP， 就这一本书你打开又有工程图案，然后还有各种导游，还有各种景点。好的，谢谢刘馆长，谢谢撒老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北京建筑大学水文化遗产总合团的尚军慧。我们从北京开始，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南下，偶然间呢就在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的南望镇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庞大的水利工程枢纽，叫做南望水利工程枢纽。
据我们调查了解到呢，这个工程枢纽是一位农民水利学家，也称作是汶上老人的白英提议建设的。当这个工程竣工之后呢，就保证了大运河前后500多年的通畅无阻。今天我们团队的其他成员呢，也在南望分水枢纽的现场，想和大家连线分享一下这个水利工程枢纽的运行原理。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下场外连线。好的，你好。主持人好，刘馆长好，我是北京建筑大学走河团的李小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南望枢纽工程遗址。那现在横在我们面前的呢，就是京杭大运河。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呢，就是小汶河。这里现在已经没有水了。但是呢，南望枢纽工程是一项集结了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伟大工程，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是有很大的启发。所以，为了让观众能够更直观地了解这个水利工程，我通过水文化团队自制的沙盘模型来为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这里，南望分水口。这里呢，是大汶河。大汶河的水资源非常的丰富，所以呢，白英老人就在这里建了代村坝，通过代村坝接大汶河的水，经过小汶河引入京杭大运河。哦，把两条河连通起来。那大家可以看到，小汶河呢是蜿蜒曲折的，分水口的左右宽差也不一样，这是因为从代村坝到分水口之间地势差比较大。那这样蜿蜒的河道呢，就可以减缓水速，降低水的冲击力，从而保护分水口以及周边村落的安全。水呢，在分水口这里更多是流向了北京方向，这个就是通过分水口左右宽差不一样来实现的。那这个水利工程之中呢，还包含了马踏湖、蜀山湖、南望湖。这三个湖呢，又被称作为水柜。下面我就为大家来演示一下大运河上这些船闸的工作原理。首先，我们能看到这个石砾闸和柳林闸，它们之间的地势是最高的。那漕船是怎么从低地势到这个高地势的呢？我们就要通过这个水柜来给运河补水。那大家能看到水慢慢的在上升，当这个水位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闸，那船呢就顺利的过去了。谢谢谢谢，辛苦了，谢谢。相当于整个这一套水利工程，既有保持京杭大运河水量的功能，对，也有这个疏导航运的功能。是的，实现这个上下游之间不同水位差的航运能够顺利通过。对对对，所以它很巧妙。这个地势在整个南北运河当中，它是最制高点，是最高的。所以要水到了这儿，你使南北的这种畅通是很难。白英呢，这个人的年纪不大，叫魏上老人，不是说年纪太大呀，他是一个水工的领班的一个头，大家都是称为他老人。他对渭上这一块、南望这块的这个地理风貌啊，包括水势啊，包括漕运，研究了、想了10多年了。所以说你一问他，他就很明白。白英这个工程成功之后，确确实实使明清两代漕运畅通。后来白英呢，把这个工程做好之后，因为是积劳成疾，到了德州桑园这个地方呕血而死，很年轻，56岁。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所以大运河真的是一条人民的智慧凝结成的工程奇迹。谢谢萨老师，谢谢刘馆长。谢谢。下一位。萨老师您好，刘馆长您好。你好。我叫孙杨。以我的运河之旅来看，我会觉得运河上面充满美食的故事。我就特别想了解，在运河边上哪一个地方的美食，或者说哪一道美食曾经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你看您一提到这个问题，我嘴角就动了一下，而且很明显喉结对往下咽了一口口水，刚刚又吃过或者想吃就是我们老家的这种对小鱼儿。
到现在还有，叫什么？小鱼儿啊，就是河当中的小鱼儿。炖小鱼儿。炖，还要放一些咸菜，在锅里大锅里炖。一般炖的时间越长，它越香。然后锅边缘玉米饼子贴上，这时候呢，小鱼儿炖熟了，清香。然后呢，锅壁上的圈的玉米的贴的焦黄焦黄，焦黄焦黄，甚至呢油脂还渗到它上面。所以那是我难忘的美食，不单是我难忘的美食，同样是我们现在老家的美食。其实今天我准备了四份美食，请小撒老师和刘馆长一起品尝。还是很用心，专门准备了这种小乌篷船的这个盘子，你看这个餐具是还是船型，对，船型的小盘和大鱼很有关哈。然后这筷子跟那摇船的那橹，对对对对，来吧，现在可以打开吗？可以打开，请刘馆长来猜一猜这四道都是什么美食。这是山东煎饼，山东大煎饼，对。这个是北京烤鸭软饼，北京烤鸭，对对对对对对对，葱花切成那个条状的丝儿的黄瓜，差点酱。这个我不太清楚，有点像麻花还是面的东西，油炸过了一遍油。我一般啊，就如果不尝的话，我是吃不出它的名字的。我知道了。哦，这个东西啊叫好吃。叫好吃。好吃。鸡翅叫做鸽子盒。鸽子盒。天津的煎饼果。天津的煎饼果子。这四道美食我特别把它放在一起，它是有原因的。听别人说北京烤鸭皮其实来自于山东煎饼。哦，就是这个来源于它。对，然后包括后面两个菜呢，也其实是从山东煎饼引射过来的。山东煎饼顺着运河然后来到北京，跟烤鸭变成一道食物，然后去到天津变成天津的。天津的煎饼果子，这实际上相当于各地的吃法慢慢慢慢形成各自一个特色，由历史选择留下了大家最喜欢的那几种，就变成了今天这几道美食。好了，其实我就是想赶紧让他把故事讲完，咱们好吃。是，好，谢谢谢谢。您来一个烤鸭。我就不吃了，谢谢。好，谢谢。您不吃那太好了，我还怕不够分呢。现在的北京鸭，就大家知道，就真正有一个鸭子的品种叫北京鸭，后来也是动物学家经过这个基因的检测发现，还真是就跟南方尤其古称金陵家养的鸭子是同一个。谢谢孙杨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关于大运河的文化融合的故事。好，我们最后还有一位青年代表。刘馆长好，撒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曾林伟，来自于湖北武汉，跟撒老师是老乡。我是特别喜欢诗词的，我就想问一下刘馆长，这些文人画总能够看到每一卷上面都会有一些题词，那么这些题词题诗与这些画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中国绘画当中的诗和画的关系。绘画呈现的是一种无形的诗，诗是一种有形的画，就是读了诗我生发出一种图像，当然这就是画了。这就是诗和画的关系，它是非常内涵的，非常内在的。其实表达方式虽然在变化，但是心境是一样。小撒老师，由于我是刚参加完诗词大会嘛，并且也跟大家熟读过许多关于大运河的诗词，那么我就想在这里跟小撒老师玩一个小游戏，可以吗？要诗词这个我不行，我储备量太差。在诗词里面只需要含上有运河相关的诗词就可以了。在诗词里面含上与运河相关的，我看看我知道的那几首诗里有没有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那我来给您提供一个例子吧。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你管这叫大家耳熟能详的诗词是吗？现场有多少人知道这首诗请举手。你看看，或者是金口瓜州。金口瓜洲一水涧，哎，这个我知道。对，这个。但是被你说了，完了。再提醒你一个，楼船开始。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个算吗？这个算的，这个是京杭运河上的。
该轮到你了。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瓜洲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意象，在运河里面。我还想起，不光能把运河说进去，还能把咱俩老家说进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这个也算吧，扬州因为也是在运河边。谢谢撒老师。好，谢谢。哎呀，你看，玩得不尽兴，再多玩几轮嘛。忽然发现，哦，原来，如果你想在这些古诗词里找运河，也能找到；在美食里找运河，能找到；在画作里找运河，也能找到。当然，更重要的是，运河就在身边，而且今天新时代，运河还在延续。所以，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为新时代属于我们自己的运河，挖上我们自己那一锹土，做出我们自己的那一份贡献和努力。谢谢刘万明馆长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精彩开讲，从您的话中再次感受到了中国大运河的魅力。谢谢邵老师，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小微课堂来了。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至今大运河历史延续1500余年了。中国大运河和长城一样，千百年来享誉世界。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有的同学可能会问，古代繁忙的黄金水上运输线是不是也会出现堵船的情况？答案是不太会发生，因为大运河修造的根本目的是南往北运。就以明清为例，按照当时的规定，运粮北上的称为重运，卸粮南返称为回空。南下回空不限时，但是北上重运是规定好期限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以北上船只为优先，南下船只该让的让，该停的停。所以至少在明清时期不存在交汇抢道或者堵船的问题。而且明清时期运河上还设置了收费站、超关。在明朝，倘若从杭州出发走运河水路到北京的话，路上会过7个收费站，每地的超关税务官会根据不同种类的商品征收数目不等的税款。假如你是个人自驾运河游不带货物的情况下，一共需要缴纳3两多银子，大概是1700元左右。如今临清运河超关是目前全国仅存的运河超关哦，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大运河点赞吧。